八月十一日，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调研县域经济发展。在座谈会上，沈晓明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试点推进人口小县机构编制改革，优化政务服务效能，减轻财政供养压力，把有限的财力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里面的关键词是编制、减轻以及有限。 为什么是这几个词？如果打开湖南省二零二二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看看，你就明白了。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三千一百零一点八亿元，比上年下降百分之四点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九千零五点三亿元。不够的钱从哪里来？转移支付。全国有二十多个省、自治区是这种情况，不独是湖南如此。转移支付的钱主要来自于广东、上海。 北京、江苏、浙江、天津、山东、福建，现在大家都困难了，所以减轻财政供养压力真的是必须的了。自然村锐减超百万，从现实情况看，人口在下降，县城在消失，村庄也在消失。二零二二年末，全国人口十四点一亿人，比上年末减少八十五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点六零千分号。 这也是中国人口自一九六二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二零二一年出生人口最多的十个省份分别是广东、河南、山东、四川、河北、安徽、广西、江苏、湖南和贵州，其中出生人口超过一百万的仅广东省一个。从二零二零年开始，山东和河南的出生人口双双跌穿百万大关，二零二一年更是继续下滑至不足八十万人。 与二零一七年相比，人口大省河南、山东、湖南、江西、安徽等地，二零二一年出生人口都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以上。既然如此，你觉得县城会如何？据《瞭望》杂志今年四月报道，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二零二一县市卷纳入统计的两千零七十五个县域单位中，户籍人口在十万到二十万人之间的县市有二百二十八个，十万人以下的县市有二百零六个。 其中五万人以下的袖珍县是有九十个。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二百八十六个城市公布了二零二二年人口数据，结果发现，人口增长的城市只有一百二十八个，两个持平，一百五十六个城市人口在减少，收缩型城市越来越多。二零一九年四月八日。 国家发改委在二零一九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在明确大城市全面放开落户限制的同时，首次公开提及收缩型城市，要求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这是国家层面的事实确认。民政部数据显示。 二零零九年底，中国上有一千四百六十四个县、八百五十五个市辖区。二零一九年末，已缩减至一千三百二十三个县，市辖区数量却增至九百六十五个。毫无疑问，有些县城消失了，有的变成了区，有的是撤销合并。举个例子，去年十二月，黑龙江伊春市的乌穗区乌马河、锦山、向阳、曙光四个街道办事处，因为人口减少因素，被撤掉街道，合并成了两个镇。 伊春这个地方，我正好去过两次。听当地人说，有个别年轻人到下面去做公务员，发现林子太大了，没什么人，什么方圆十几公里就几个人，熬了几年，熬不下去，辞职走了。伊春的管辖面积是三万两千八百平方千米，常住人口八十三点八万，人口密度约为二十五点五人 /km 平方。自两千年至二零一零年，我国自然村由三百六十三万个锐减至二百七十一万个。瑞减至 十年间减少了九十多万个，平均每天消失八十到一百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中国日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如果加上二零一零年以来消失的自然村，应该是超过一百万村庄已经消失。二零二一年，应朋友的邀请，我曾赴福建安溪的某村落探访，走在村子里，一切井井有条，但没有人。 有的村民的后裔在海外，有的村民已经搬到了地级市或者县里，村庄在加速消失。山西砸了一批铁饭碗，县城在消失，村庄在消失，铁饭碗自然也要消失。以古丈县为例来看，去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三万六千二百二十三万元，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一点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二十一万零四百三十九万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三点六。 政府性基金支出四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万元，同比下降百分之二十一点五三，赤字居然高达十几亿，而全县常住人口才十点六七四五万人，这个资金效率确实有待提高。其中相当一部分钱都是拿来养人发工资了，养人发工资只要干活了也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财政不堪重负，养不起了，所以要优化政务服务效能，减轻财政供养压力。 类似的探索，山西早就开始干了。山西这些年因为煤炭资源价格高涨，所以很多人都在说山西的 GDP 增速高，如何如何牛。但实际上，山西依然是吃饭财政，需要靠转移支付支持运转。山西去年全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三千四百五十三点九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八。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五千八百七十二点六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三，赤字是两千多亿。所以，山西也要砸铁饭碗。山西的动作在二零一九年就开始了。二零一九年，山西对全省人口小县进行了一次摸底调研，其中一个总人口十三万余人的县，全县财政供养人员总数近六千人，全县总人口数与财政供养人员比例为二十二比一。 二十二个人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你能想象吗？据说某西部省份人口小县，总人口仅四万余人，但财政供养人数近两千五百人，全县总人口数与财政供养人员比例为十六点九冒号一。忻州市河曲县和临汾市浮山县、太原市楼烦县、吕梁市石楼县、晋中市榆社县、长治市黎城县先后列入改革试点。 河曲县将三十六个党政机构精简为二十二个，一百三十五个领导职数精简为一百一十四个，将一百八十六个社改事业单位整合为四十个，事业编制核减百分之四十八。福山县将三十五个党政机构精简为二十二个，精减百分之三十七，科级领导职数由一百五十四名。 精简为一百二十八名，精简百分之十七。涉改限职事业单位由一百七十九个精简为四十个，精简百分之七十八。精简78涉改事业编制由一千九百四十四名精简为九百七十名，精简约一半。娄烦县完成了三十六家单位办公用房调剂工作，共计腾退办公用房二点八万余平方米，并对闲置办公用房进行统一登记。今年一月。 娄烦县委组织部对外发布信息称，完成五十三个涉改单位挂牌工作，整合撤并三十三个单位，精简人员编制三百四十一名，下沉乡镇人员编制五十六名，节约人员经费三千四百一十余万元，运行经费约九百九十万元。简单说，这些县砸了一批铁饭碗，仅仅娄烦县就砸了几百个。有的地方的政策比较温和，有人员提前退休。 有人员下沉基层，有的则是尽量少招人，总量慢慢就少了。青海、安徽也在跟进，安徽已在全省范围内选择了四个常住人口较少的县区开展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青海国洛州马多县常住人口只有一点五四万人，GDP 总量仅为三点六亿元，是适合改革的试点县。撤并机构还会加速。 而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我们要注意到趋势对铁饭碗的影响。趋势是什么？人口会继续减少。如果从减轻财政供养压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话，进一步撤并机构在县一级肯定是必须的，而且一定会加速。从目前的情况看，财政压力大，财政局长不好干。不仅仅是县财政局长不好干，地级市的财政局长同样不好干。 所以，一些地级市精简机构、压缩开支也要逐步提上日程了。鹤岗市是黑龙江省辖地级市，截至二零二一年底，全市户籍总人口九十五点六万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黑龙江省鹤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通知称，因该市政府实施财政重整计划，财力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定取消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计划。 财政重整指的是地方政府在面临债务高风险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债务规模和偿债能力相一致，恢复财政收支平衡，是世界各国常用的做法。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国务院发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国办函二零一六八十八号，首次明确规定了中国版地方政府财政重整计划的内容。什么情况会触发财政重整？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规定，市县政府年度一般债务付息支出超过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百分之十，或专项债务付息支出超过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百分之十的，债务管理领导小组或债务应急领导小组必须启动财政重整计划。财政重整不是地方政府破产，但确实说明地方政府手头有点紧。根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披露的数据。 截至二零二二年底，我国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为三十五万亿元，公开发债的城投公司付息债务余额约五十五万亿元。即便将两方面债务加总，我国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但是，当前城投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在上升，还本付息能力在下降，净利润率在下降，部分出现现金流恶化。 部分地区债务风险较高，这些城投债务风险又可能引发财政或金融风险。如何减轻债务负担？方法之一是少招人，以及提前让人退休，再就是裁员减薪了。一切与人口和财力有关，不仅仅是东北的人口在下跌，其实就连最能生的山东也怂了。根据山东省统计局近日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 到二零二二年底，该省常住人口一万零一百六十二点七九万人，同比减少七点二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零点九三千分号，出生率约为六点七幺千分号，不到近年巅峰值的四成。富裕如江苏者当如何？江苏省统计局公布，二零二二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零二二年末，全省常住人口八千五百一十五万人，比上年末增加十万人。江苏人口总量虽然实现正增长，但增幅仅为一千分号。另外，二零二一年江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一点一千分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年度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出现负数。人口少了，就不需要那么多吃财政饭的，因此铁饭碗就会越来越少。 已经有的铁饭碗也可能消失，这个逻辑链条很顺畅。人口负增长其实已经由北方蔓延到南方，把每一分钱用到刀刃上，过紧日子、苦日子不是说说而已。有人以为和自己无关，其实和每个人有关。